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k。 之前我们去讲过沙棘，究竟沙棘有什么好处呢？究竟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处呢？沙棘大约有200种的营养成分，例如维生素 ADEK 它全部都齐全了。水溶性的维生素呢，维生素 B、C 都是很多的。维生素 B 呢，它是有 B1、B2、B6、B12。 沙棘的维生素 C 呢是非常之高。我们知道蓝莓它那个抗氧化能力很高，我们比较一下，蓝莓的 ORAC 值呢是得6500，但是呢沙棘呢那个的抗氧化 ORAC 值呢是可以达到75000，是蓝莓的12倍。除了维生素之外呢，沙棘有很全面的不饱和脂肪酸，例如 Omega 3、Omega 6、Omega 9咁样。它亦都有一些磷脂，有8种咁多。还有很稀有的 Omega 7, 41种的类胡萝卜素，17种的植物脂醇，类黄酮啊、茶多酚啊咁样。还有18种的氨基酸，有28种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。因此沙棘有很高的营养成分，亦都是对我们健康有很多的帮助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沙棘的一些的营养成分和其他的植物去比较一下。沙棘的维生素 C 是苹果的1000倍，它的维生素 E 是葵花籽的4倍，维生素 A 是胡萝卜的3倍，总黄酮是银杏的20倍。当然它还有 Omega 7、沙棘的营养主要储存在果实，我们会分了籽和果肉。那个沙棘的籽呢，原来它的营养成分是更丰富，在这个图表我们看得到。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，都要注意沙棘果呢我们都要去吃的。沙棘果有一种 Omega 7，是对肝脏心血管是很好的帮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去吃一些沙棘籽油、沙棘果油，就有全面沙棘的好处了。